用料特别大，一天要用1000个字。梅子它都要做到九九一百零八道，多一道少一道它都出不来那个味儿。这一锅炒多少鸭子？70斤，先要和慢慢煸炒，要慢慢入味。我们那里头用了四川和贵州的辣椒，还有我们重庆当地的那个藤麻椒，真的是又鲜又麻又辣，它的味道真的是让你吃了过后都念念不忘。我们那个鸭子哈，它不变貌美，像我。